量一下额温哈。感恩哦。走进高雄静思堂，所有人都要量测体温，提高这样子的防疫，那我感觉到说很安心。我在这这样安全可以进一步的保障。我们尽量垂直哈，尽量不要碰皮肤啊，垂直。负责接待第一线的咨询志工认真学习额温枪使用，所有志工全戴上口罩，总务人员也赶紧贴防疫公告，就连出入口也做了管制。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在管制，因为防疫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边的门先把它管制起来，锁起来。开三个门，一个大门，另外就是两个从地下室通到我们万华大厅东西两侧的门，就是三个出入口，希望能够把这个危险减到最低了哈。餐厅也暂时不开放，工作人员提前放置便当，一律打便当的方式供餐。麻烦是一定麻烦啊，不过就是特殊状况嘛，就是先保护自己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嘛。高雄静思堂提高防疫规格，自爱爱人，全面杜绝疫情入侵。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高雄报道。